这倒什么情况？一进教室就一股味儿。林悠悠，是不是你又在教室吃零食，把你妈给我叫学校来？老师冤枉，我啥也没吃。今天谁值日，黑板留灯，我来发吗？杨老师今天像吃了炸药，我还是不如他的。听写本拿出来，先听写。第一个，这么快，我听写本都没拿出来。结束，结束。宿舍，我妈妈便秘的时候也会跟你们班主任一样暴躁，就算是便秘也不能把情绪带给我们。是啊，已经连续三天我在语文课上都不敢喘气，一想到明天还要上语文课，我都不想去上学了。第二天，老王还有30秒抵达战场，大家都准备好没有？班里卫生检查完毕，黑板我也擦了20遍，所有学习用具就位，知识点也复习完毕，窗户也已经打开通风了，保证教室一点异味都没有。希望今天能减轻一下老王的暴躁。情况不妙，看来昨天还暴躁。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大家最近表现不错，这节语文课我们就放电影吧。来，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零食大礼包，一会儿我们边看边吃。不仅能看电影，还有零食吃，我耳朵没坏吧？这几天看惯了老王暴躁的样子，现在突然温柔，画面太诡异了。难道是老王的便秘治好了？哦，这个太好了！还是主任的办法管用，当了几天暴躁班主任，回来大家听话多了，拿下文明班级。